天讲的。哎呦我的天！听不到最想见到谁？好的，那让我们来共同挥舞手中的荧光棒，大声喊出有料香飘飘，有料王俊凯，用我们饱满的热情来欢迎小凯好不好？来，三二一，有料香飘飘，有料王俊凯。让我们欢迎香飘飘品牌代言人王俊凯。哇，欢迎小凯，欢迎小凯。那首先跟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我是香飘飘品牌代言人王俊凯。欢迎各位以最饱满的热情来迎接我们小凯的到来哈。小凯今天的这一身穿着真的是为我们香飘飘来专门定制哈，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场的各位热情已经扑面到我们的主舞台了，非常的体贴也非常的专业。这么久不见，那也跟我们小凯来简单的互动聊一聊好不好？那最近热播的我们的综艺恰好是少年哈，也走过了很多美的地方，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有料的精彩瞬间？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去旅行嘛，所以去了蛮多地方的，像云南啊、川西还有海南，一路上看到了非常多的好看的一些风景，当然也有香飘飘的陪伴，让旅途更加有料。有香飘飘的陪伴，让我们的旅途更加有料哈。那说到有料啊，咱们的香飘飘在我们的产品的更新上一直都非常的有料。那问到小凯，哪一款是你最爱的？
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讲，我都还蛮喜欢喝的。那我最近喝的比较多的是烤奶茶，还有黑糖珍珠双拼。嗯，这两款是你最爱的哈。那如果说用我们这个三个词来形容香飘飘的话，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呢？我觉得首先是美味，然后是有料，最后是陪伴吧。我觉得有料、美味和陪伴哈。那说到陪伴呢，小凯也与我们香飘飘陪伴了近两年的时间了。对于我们香飘飘和自己这两年的变化，有没有一些心情包括一些感想要表述的？因为我跟香飘飘其实都算在不断的在前进嘛。那香飘飘它推出了很多非常好喝的单品，那我也会继续努力去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对，嗯，哎，那其实我们很多粉丝朋友们在网上也为你送出了很多的关心哈。那见过最多的，或者是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觉得最多的应该还是大家关心，就是注意身体啊，然后就是多吃一点。对，最近确实感冒了，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天气原因。对，希望大家也能长生不老。啊，小凯笑得非常的好看哈。那工作之余的话，有没有一些放松自己的小妙招呢？工作之余一般就是会喝一杯香飘飘奶茶去给自己补给能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嗯，补给能量也是一份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在我们的2021年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跟我们来见面的？2021年应该就是1921，然后还有的主演的电影《断桥》应该会跟大家见面。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们一定会支持小凯的哈。当然和我们小凯聊了这么多，也了解到我们小凯的一些近况啊。我们香飘飘也希望我们小凯能够照顾好自己，为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好不好？那同时我们此刻香飘飘官方微博也正在发起互动，带话题想成为王俊凯手里那杯奶茶，发布内容将有机会赢取到我们小凯的亲笔签名照。现场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博了解详情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哦。详细的规则呢已经为各位呈现在我们的大屏之上了。想成为王俊凯手里那杯奶茶，带呼瓦提互动就可以有机会赢取到我们小凯的亲笔签名照咯。好，接下来回到现场啊。其实今天来了我们很多全国各地的粉丝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也与他们来进行互动，玩几个游戏好不好？好。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首先进入到我们第一个互动游戏，有料香飘飘之有料奶茶我要爆。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在现场来通过抽签的方式来抽出3位幸运的朋友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互动游戏。参与者需要在1分钟之内从桌子上来抱起更可能多的香飘飘奶茶，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呢，参与者抱起多少香飘飘珍珠双拼奶茶就能拿走多少。抱起最多的香飘飘奶茶的朋友，我们将会在所抱的奶茶的基础上再加一杯。哎，如果说能够放得下的话呢，咱们香飘飘啊就 double 一下，赠送所抱奶茶的双倍给他，自不自信？想不想要？好，接下来我们道具已经准备好了。那同样呢，我们有请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将您的目光锁定大屏幕，我们为各位来随机抽出3位幸运的朋友，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各位做好准备，在这一个轮我们抽出3位幸运的朋友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互动挑战。3、2、1，停。来，有请 B 区5排13号， B 区5排12号， B 区8排4号。来，欢迎我们4位朋友来到我们舞台上方，来，欢迎欢迎。哇，真的是太热情了啊。刚刚我们的小凯呢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感动，很多的惊喜。在这一轮环节当中与我们小凯同框的机会来咯。同样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呢也为各位准备的礼物非常的丰厚，获胜的朋友啊可以获得我们小凯的亲笔签名照一张、海报一张，以及香飘飘准备的有料大礼包一份，里面包含了我们香飘飘珍珠双拼奶茶一杯、香飘飘巨无霸奶茶一份。其他的参与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香飘飘巨无霸奶茶一份。好的，来，欢迎我们3位朋友，来，有请。
好，来，我们依次站立，来，小凯来到我的身边，好不好？好，来，我们三张桌子来对应就位。好，我们也为各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的互动游戏规则。来，三位要听清楚了啊，我们挑战者需要在一分钟时间之内从桌子上抱尽可能多的香飘飘奶茶，在时间到了之后呢，粉丝将获得等量的拥抱香飘飘奶茶杯数的奖励，拥抱数量最多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优胜奖。同时在最后哈，我将会在我们三位当中，在每一位粉丝身上再多加一杯，完成任务之后我们杯数奖励翻倍，非常的刺激，非常好玩哈。好，那在这一轮环节当中，我们小凯也观摩一下我们三位粉丝现场的表现，好不好？来，我们三位先抱好，对，先抱好停留，然后我来为各位再加一杯，好不好？来，我们三位朋友们做好准备，同时来，我们工作人员也为我们来记一下数量。来，三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先来环抱，对对对，先来环抱就可以了。环抱停住，对，环抱停住，一分钟时间之内啊。小凯他们表现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哈。那目前应该是我们，哇，第三位好猛啊，真的是张开双臂拥抱香飘飘啊，一分钟之内环抱数量最多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一轮胜利哦。来，我们时间已经过半，来，加油加油加油。好，来，已经可以了，是不是？好，请暂停，请暂停。 A 先不要放到我们的箱子当中。好，来，小凯在我们的这边来观摩一下，我来在这边再加一杯好不好？嗯，加一杯。你觉得哪一个地方还有空余的位置？这里是不是？哦，好的，来，哎，成功。哇，你看着个子小小的，但是能量好足啊。哪一杯加在哪里？随便加。哎，口气还不小啊，胸有成竹的感觉，可以赢得这一轮胜利。哇，第三位朋友跟你这个就是不相上下，哪个地方可以加？随便，是不是？好，来，我们三位朋友们加上最后一杯之后都挑战成功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也给到各位双倍的奖励。好，来，将我们的奶茶放到我们的箱子当中，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我们相对应的数量，最后告诉我其中一位获得我们这一轮胜利的朋友。好，我们也在工作人员计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简单的采访一下我们三位粉丝朋友们。香飘飘奶茶最喜欢哪一种口味？黑糖双拼。黑糖双拼跟我们小凯是一样的哈。喜欢我们的小凯有多长时间了？五年吧。五年了哈。那小凯你最喜欢小凯，或者是说你最记住歌词朗朗上口的一首我们小凯的歌曲是什么？数独哈。好，来，我们第二位叫什么名字啊？好，你是来自于哪里的朋友？广西。来自于广西的朋友哈，喜欢小凯有多长时间了？3年。好，3年了哈。好，谢谢。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统计到我们相对应的数量了。好，来，有请我们。还有一位您问。啊，还有一位啊，好贴心啊。我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是给到我手势说数量已经成功了啊。来，第三位，你来自于哪里？我来自于四川成都。四川成都，那用我们这个成都话来向我们的小凯表达你的喜欢好不好？小凯你好帅哟。谢谢。好，来，我们第二位，是不是？好，那我们的第二位就获得我们这一轮的胜利，祝贺。好，来，有请我们的三位朋友在我们的台下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到我们相对应的获胜奖励以及我们的参与奖，谢谢。哇，太棒了啊！刚刚玩的这个游戏呢，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的热情也非常的足哈。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最喜欢喝的奶茶是什么？那平时我们
都会看我们小凯拍摄的香飘飘品牌的视频，是不是？那接下来这个小互动啊，要考验各位的一个模仿能力了，让我们来翻拍一下我们小凯为香飘飘拍摄的视频短片，来检验一下各位是不是一位合格的飘粉。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游戏，叫做有料香飘飘之有料奶茶我会演的环节。好，同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通过我们大屏随机抽出三位朋友，大屏上面会播放小凯的三段为香飘飘拍摄的品牌视频的片段，参与者需要在舞台上面来重现翻拍我们小凯其中的内容，由我们全场的粉丝朋友们举起手中的荧光棒来进行现场投票，决出最终的获胜朋友。获胜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小凯的亲笔签名照、海报一张，包括我们香飘飘的有料大礼包一份，里面包含了我们香飘飘珍珠双拼奶茶一杯、香飘飘巨无霸奶茶一份。好，那现在呢，我们有请我们小凯，包括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将目光锁定大屏幕，我们将会抽出三位朋友，好不好？来，做好准备，三、二、一，停。B 区五排二号 ，A 区二排十号 ，B 区十三排十三号。来，欢迎我们三位粉丝朋友们在哪里？来，有请有请。好，带好各位的门票啊！我们找到工作人员核实个人信息之后，来登台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互动游戏。好，在各位来检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跟小凯来互动一下。那这个为香飘飘拍摄的一些短片的一些视频的话，小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一些画面，包括一些有趣的事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拍摄的过程中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听就是导演要求是什么样的嘛。那其实比较难忘的就是去每次都会去拍喝的一些状态，对，所以这个是比较难忘，因为每次都会去看到一些新型口味的奶茶，所以非常难忘。我们每一种口味都会有我们不一样的一些表达，包括我们的心情所呈现，是不是？好，在整个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如果说有留意到或者说一直在观察到我们的这个香飘飘的小凯为我们拍摄的视频的话，对于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一定难不倒各位啊。好，来，我们三位朋友们核实个人信息之后，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我们的主舞台，好不好？来，欢迎欢迎，有请。来，欢迎我们三位小姐姐，有请。那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出场顺序来定位我们一号、二号和三号好了。来，我们站在舞台的中间，好不好？好的。来，我们接下来我们也为各位来讲解一下我们这一轮的互动规则哈。在大屏上面呢也会播放三段小凯为香飘飘拍摄的品牌视频的片段，参与者需要在我们视频播放完毕之后来模仿表演重现拍摄的内容。我们现场的三位朋友呢，最终获胜的这个权利交给我们现场的其他粉丝朋友们，好不好？来，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来为我们送上一杯奶茶，交给我们的第一位。好，这位小姐姐，好，是我们的一号啊。好，来，我们有请我们另外的二号和三号在我们的舞台一侧稍作准备一下。来，我们一号的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模仿的片段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屏幕。停了，哎，你挺厉害，要不咱们干杯庆祝一下。来和我一起喝香飘飘吧。这应该是一个打游戏的一个片段哈、啊，太难模仿了，太难模仿了。哎，那你要不要为他来支支招？在这个片段当中，需要表达一个怎样的一个情绪？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拍的，当时。现在刚刚看到是不是？拍的这么的生动，我无能为力。这么的生动，这么的有活力哈、啊，这么的青春洋溢。来，我们这位粉丝朋友们，时间交给你了。来，我们看一下，对。无论是我们的台词，包括我们的小凯的一个神情，好不好？我们看你这个模仿的程度了，好了。是不是要一个麦克风啊？我需要给他的。好、那你就在这边来观摩一下他的一个表现，好不好？好，
来。哟，挺厉害啊。那就和我一起干杯，喝香飘飘。行，来一起喝香飘飘吧。非常不错啊。好，来，我们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好，来，我们在那边，我们稍作等待一下。好，谢谢。来，欢迎我们的第二位朋友。好，我们这个香飘飘黑糖双拼来交给你，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片段是什么呢？你要给我惊喜，今天的饭我给你的，这一杯是我的，这一杯是你的，猜猜有什么不一样？有双倍珍珠在里面哦，来和我一起喝香飘。有双倍珍珠在里面呢。第二个片段你觉得要表现一个怎样的情绪？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不一样的体验。对，好，那就靠我们第二位小姐的她的一个模仿程度了啊。来，灵魂已经掌握到了啊。好，来，我们有两杯道具哈。好，我来为你举麦，台词记清楚了吗？一点点。好，看你表现。这杯是我为你准备的，这杯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来和我一起喝香飘飘吧。来和我一起喝香飘飘吧。哇，这个台词功力不错啊。好，来，我们将道具交给我们的礼仪小姐姐。来，欢迎我们的下一位，来，第三位小姐姐来站在我们的舞台的中间。第三个片段是什么呢？来，我们有请。不开心，来一起喝杯奶茶吧。开心了吗？来和我一起喝香飘飘吧。哇，这一段需要用怎样的一个情绪和心情来表达一下？小凯，这一段我都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一种对香飘飘的感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对香飘飘的这个喜爱和感激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好，来，我们第三位小姐姐来准备一下，记住我们小海刚刚提到的一个要点好不好？来，时间留给你。不开心，来和我喝一杯奶茶吧。开心了吗？可以啊，可以啊。好，来，我们先将道具还给我们的礼仪小姐，也要有请我们另外的两位朋友移步到我们的舞台的中间，我们站成一排好不好？来，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接下来到了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投票的时间段了啊。来，支持一号小姐姐的，来，荧光棒在哪里？非常不错啊。好，支持第二位的荧光棒在哪里？支持第三位的荧光棒在哪里？哇，显而易见哈。所以呢，第三位小姐姐获得我们这一轮游戏的胜利。好，感谢我们的三位朋友热情的参与到我们的舞台的一侧，来领取到我们相对应的礼物咯。谢谢。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一轮的互动游戏挑战，那不如我们喝杯有料香飘飘奶茶来犒劳一下自己吧。接下来这个互动游戏呢，叫做有料香飘飘之真香奶茶我先喝。这个互动游戏呢，要考验各位心急手快，包括我们的一个反应能力了。在现场呢，我们将会挑选四位朋友来登台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互动。舞台前方，我们香飘飘的美味台上呢，我们摆放了一杯香飘飘烤奶茶，参与者两两 PK。在我们说开始之后呢，参与者谁先拿到奶茶并喝一口则为获胜。我们将会以车轮战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互动。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一杯烤奶茶好不好？一杯完整的，对，一杯完整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将会在现场为各位来通过大屏抽签的方式为各位来抽出三位挑战嘉宾，最终获胜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王俊凯亲笔签名照一张、海报一张，以及香飘飘准备的有料大礼包一份，里面包含了我们香飘飘珍珠双拼奶茶一杯、香飘飘巨无霸奶茶一份，其他的挑战嘉宾可以获得我们参与奖一份。
好，我们小凯拿到我们的烤奶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为各位来观摩一下接下来三位挑战朋友的具体表现。好，拿好我们的奶茶之后呢，接下来作为我们的品牌代言人，我们来你来展示，我来解说一下我们的烤奶茶。舌尖上的香飘飘，烤奶茶是香飘飘第一款即饮奶茶，精选优质茶叶和澳洲牛奶，经过三重考验，成就特色茶香，多重工艺给到各位带来不一样的舌尖体验。好，谢谢，来掌声送给小凯好不好？好，谢谢。好，我们先放到我们的舞台的一侧。好，我们有请小凯，包括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朋友们看向大屏幕，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为各位来抽出三位四位朋友啊。好，来做好准备，三二一，停。来，有请我们 B 区八排六号， B 区八排七号， A 区五排十二号， A 区八排十八号。来，欢迎我们四位朋友带好各位的门票啊，来找到我们工作人员核实个人信息之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互动游戏规则。好，在等到各位登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采访一下小凯。小凯最喜欢喝的奶茶是我们的黑糖双冰，是不是？觉得怎么样？我们刚刚还有一款我们的烤奶茶，你觉得口感如何？口感也是非常美味，然后呢也非常的享受吧，我觉得。嗯，对，非常的回味，非常的享受，也是需要用一种非常好的心情来品尝到我们的香飘飘奶茶喽。好，来，我们四位朋友准备好了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来，有请，欢迎欢迎。好，我们小凯要观摩到我们四位的表现好不好？来，我们依次站立，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通过我们剪刀石头布的方式来确定到我们 PK 组队的情况好不好？来，我们四位来，先来剪刀石头布，三二一，开始。好，来，另外的三位来，三二一，开始。好，哪位获胜了？啊，你获胜了是不是？那你们就组成我们 A 队，对，那我们这边就跟我们这一位来进行 PK 好不好？好，来，我们有请两位小姐姐来，先来站在我们的舞台我们对应的位置。好，这边，好的好的，来，我们这位小姐姐站在我们另外一个贴标的地方。好的，谢谢。好，在这里，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为各位来再次的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互动游戏的规则。参与者需要立马抢桌子上的奶茶并喝一口，先拿到奶茶并喝一口则为获胜。这一轮我们采用车轮战的方式，最终获胜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优胜奖一份，明白了吗？在我喊倒计时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抢到我们香飘飘奶茶好不好？来啊，小凯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好好的，那我们就观摩一下好不好？嗯，来，这位小姐姐是不是应该先把口罩先摘下来？好的，来，做好准备，倒计时开始咯，三二一，开始。来，喝一口。好的，来，我们这一轮就我们这位小姐姐就获胜了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二组。好，我们两位先来稍作等待一下。好，我们工作人员来换一杯新的奶茶。好，站在我们舞台的对应的区域哈。来，我们两位做好准备了啊，三二一，开始。白色衣服的小姐有点谦让的感觉啊。好，现在我们第一名和第二名来角逐冠军好不好？来，我们站在我们的舞台刚刚站立的位置啊。好，第三杯奶茶已经为各位来换上了，接下来的时间段做好准备，三二，抢跑犯规啊。抢跑犯规，来，回到指定的座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哇，果然我很看好你哦。好，来，我们这一轮就我们这一位小姐姐获得我们这一轮游戏的胜利，谢谢。
好，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朋友在我们的舞台的一侧领取到我们的优胜奖以及我们的参与奖，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又到我们发放福利的时间段了。接下来这个游戏呢，非常的有意思哈。那我想问到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平时有人为你们泡奶茶吗？那想不想喝喜欢的人为你泡的奶茶呢？哇，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要进入到下面一个游戏，叫做有料奶茶我来猜的互动游戏。在这一轮我们将会通过大屏抽签的方式为各位抽出四位挑战嘉宾，由小凯将在冲泡好的香飘飘黑糖珍珠双拼奶茶里加入各位都非常喜欢的美味配料，参与者需要猜出奶茶当中加入了什么样的配料，举手示意并回答，用时最短即为获胜。获胜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小凯的亲笔签名照一张，海报一张，包括我们香飘飘准备的有料大礼包，里面包含了我们香飘飘的珍珠双拼奶茶一杯，香飘飘巨无霸奶茶一份。那现在我们将会通过我们大屏抽签的方式为各位来抽出我们这一轮的四位挑战朋友，请看大屏幕。来，我们做好准备，三二一，停。来，有请我们 B 区四排十七号、 B 区四排十三号、 B 区四排九号、 B 区十三排十五号。来，欢迎我们四位挑战者，带好各位的门票，我们找到工作人员核实个人信息之后，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我们的主舞台，欢迎各位。好，同时我们现场包括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粉丝朋友们，此刻我们为各位记录到有料瞬间，参与到官方微博想成为王俊凯手里那杯奶茶的话题互动，将有机会赢取到我们小凯的亲笔签名照哦。来，欢迎我们四位粉丝登台，有请。来，欢迎欢迎。好，来，我们依次站立哈。好，我们四位登台之后再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的互动游戏规则。来，我们四位请听好，在这一轮我们小凯将会任意加入一位的配料，参与者需要猜中奶茶当中加入的配料并举手抢答，用时最短即为获胜，并能够正确猜出我们加到的配料是什么。哎，其实对于你们来讲的话，这个难度系数应该是为一颗星了啊。所以呢，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先来有请我们四位挑战朋友，先来左右各站两位，来站在我们的舞台的一侧，好不好？来面对我们现场的观众。好，来这边，来有请。好，小凯站在这里就可以了。好，站在我们的音箱的这一侧。好的，不能偷看哦，面对观众，面对观众。小凯进入到我们的调配区域。好，面对观众，不能偷看哦。好的，那背对不就好了？对，面对观众，对，你们面对观众就可以了。我们大屏会投屏，所以呢，在这一轮环节，我们保证公平、公开、公正啊。来，我们左边的两位小姐姐向前一步，好不好？好的，来，小凯，我们有四杯黑糖双拼奶茶，同样呢，有我们五种特调配料。好，依次加。其他的我们也可以随便加哈，加一种就可以了。好，另外的配料要不要选择一下？好，好，全部完成。来，我们这一轮要考验各位的一个灵敏度，同时对于我们香飘飘口感的一个反应能力啊。好，我们看一下。来，有请我们四位粉丝朋友们回到我们的主舞台。来，有请。刚刚大屏上面已经是为各位投屏呈现了小凯调配的其中的一种配料哈。来，我们四位粉丝朋友们，现在当我喊倒计时三二一之后，我们拿起面前的这一杯小凯亲自特调的香飘飘奶茶，喝一口
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告诉我其中小凯添加的这一位配料是什么，好不好？来，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好，直接举手就可以了。喝到的是什么？来，直接举手一下。还在品味是吗？先来保留一点悬念啊，稍后会给我来揭晓答案。来看一下，有猜到的吗？除了有我们，好，这位小姐姐，我这边没有。没有吗？那你喝到的是什么？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黑糖双冰每一个都有。你可以直接指示哪一个都可以。我们这边的这位香芋吧。香芋，你喝的是香芋吗？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黑糖双冰，是不是里面加了一种配料，就是、一种水果。这五个配料中的其中一种，加了其中一种水果，只能提示到这了啊。我感觉这位小姐一块喝见底了，是不是？是芒果吗？芒果。对对对，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是芒果，是的，没错。来，恭喜到我们这位小姐姐获得我们这一轮的胜利啊。好，来，我们也互动一下。来，我们这位小姐姐，你是来自于哪里？浙江宁波。浙江宁波。喜欢小凯多长时间了？从洋葱开始。从啊，那如果说让你用我们美味和小凯来造一个句子形容此刻的心情，你想怎么表达？小凯真美味啊。小凯真美味啊。好，谢谢。来，有请四位到我们台侧找到工作人员领取相对应的礼物，谢谢。其实我的脑中当你说完美味跟小凯之后，我脑中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说这个，然后就说出来。应该是美味香飘飘，小凯最有料啊。好，谢谢。那刚刚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包括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应该是记录了很多我们有料的瞬间啊。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香飘飘提供到了一份特别的惊喜，我们将会抽出一份由香飘飘准备的终极有料大礼包和小凯的亲笔签名照。这个大礼包当中有我们香飘飘承包了你一整年的奶茶哦，要不要？哇，真的是我们香飘飘的锦鲤了。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抽奖箱，将在现场由我来为各位抽出其中的这一位幸运朋友。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是坐在哪里呢？来，我们有料青年的编号是294号，祝贺。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这位朋友要带好我们的有料青年的修炼手册编号到我们的工作处登记我们收件信息，我们将会采用邮寄的方式直接送到您的家中。那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结束之后呢，小凯也为我们送出了很多的祝福和惊喜。那今天我们粉丝朋友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暖心的视频，由我们香飘飘代为转送给你，我们共同来看一下好不好？好，来，有请。Hello， 小凯，我在上海，我在重庆，我在山西太原，我在杭州，我在海口，我在吉林长春，在山西大同，我在广州，我在内蒙古赤峰市，我在北京，我在福州。愿你可以永远做自己，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能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祝你天天开心，永远奔向热爱。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万事顺利，恭喜发财。想送你3000万，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快乐。从开始到未来，只为王俊凯。祝小凯天天开心，身体健康，一定要好好休息，身体健健康康的。希望你可以永远健康，天天开心的。我最最最希望的是你永远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希望你天天开心，王俊凯，冲呀！你要好好吃饭，多休息啊。我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步步向上，我们永远陪你勇往直前，身体健康，今年能早日开演唱会，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哇，谢谢。
满满的祝福已经装到小凯的心里了，从开始到未来只为王俊凯。那小凯看到我们这份特别的暖心祝福，有没有一些想表达的？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能够开心每一天，然后呢去谢谢，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够开心平安喜乐。对，也是很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儿嘛，因为听到也很多从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来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就是现在也是天气也是非常的变化不定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穿好衣服，然后不要感冒。对，当然也非常感谢香飘飘能够一直陪伴一直支持。对，大家 喝一瓶香飘飘，就是就能感受到温暖的这颗心，然后带给大家一个温暖的一个美丽的一天，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幸福。好，谢谢小凯的回答，让我们感受到了小凯对于我们粉丝的珍视，同时每一份祝福包括我们每一句的言语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啊！也正如我们小凯回答，感谢各位的喜爱和支持，当然我们的香飘飘也会感谢小凯包括我们现场包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对于香飘飘的喜爱。今天我们的小凯收到了满满的祝福，在未来的旅程当中我们小凯也会一直持续前进努力，为各位带来更多好的惊喜作品。那香飘飘也祝福我们小凯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是有料的和享受的。接下来我们要不要跟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来张全场大合影留念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们举起我们手中的香飘飘好不好，挥舞我们手中的应援荧光棒好不好？来，做好准备。好，我们摄影老师也要同步做好准备。好，稍后的时间段来我们喊香飘飘香不香，你们回答香好不好？好，我们现场的面光灯先来关掉啊，台下的面光灯先来关掉一下。来，我们做好准备，王俊凯帅不帅？香飘飘香不香？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小凯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又享受的下午。那有请我们的小凯先来台下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来掌声送给王俊凯，谢谢。